酒令呢？怎么这样？高度左害他。
觉得他有点失望的感觉。然后今天呢，因为我身高比较高嘛，身高比较高，所以看到这支球队呢，就是上半身安全。那你要我喜欢这个非常粘稠的条款，让台上阿信穿着高夹不住，恭喜其他团员赶紧出来救驾，这才让阿信解围。人生都是湿的，湿没冰，英文叫 snow。那你跟着空空一样。大开了消化豆的蔡琳哈哈大笑，这就给我们惊喜。蔡琳也变。